每双最近的速度亲好朋友早安快乐，这段时间是我们出天必胜公园所提供的节目，在收音机声调频广播网八九点三做的播出。现场我们有一线电话5966449可以利用，然后今天头对先挂，我们来安排这个人生真好听的，做回来欣赏哦。祝大家早安快乐，身体健康，合家平安，事业会当振兴，大家大赚钱。非常好听，仙人洞，仙人洞呢，就是李洞宾啊，就是咱李仙祖呢吼，啊，伫修炼的所在啦吼。来，甲这地呢听到这，那么长呢吼，咱有讲到这个元神修炼是千古之谜。但是尽涉古人六耳不传之秘，我们长了有讲一段，然后啊就很长很长，所以我们要慢慢的去体会，哦，慢慢去甲体会，然后啊，既然是要来修这个吼元神，哦，元神要怎么修炼？那我们就啊一个步骤一个步骤慢慢谈，然后所以能爱会记哩，然后。咱爱记哩，练功就是元神，好，你要练呢，就是元神。那么灵魂练功，唔是肉体的练功，哦，咱都讲都是讲到这吼。有的人是执着在功法上面，有的人是执着在修行的心性上面，走向了两个极端呐吼，一走两个极端。先来讲，咱有足侪方法的吼，有兴趣的人家己去研究啦。如果你那是悟性较高呢，当然呢，嘛是有几种方法来当做参考啦。
讲混合应用啊，没有绝对的对跟错啊，只有最终的结果。有理啊，咱就是讲安尼啦吼。有人讲执着伫个功法顶端，那有人是执着伫个修行心性的顶端，那走向了两个极端。没有功法的修炼啊，就修炼不出元神。无照功法的方法方式去修炼，咱就修炼不出的元神。那身体呢，嘛不一定会健康。哦啊、所以讲心性德行的修为境界，元神的品位，你要悬也无悬，要达到境界高位，咱只要相辅相成。所以说不要执着在功法上、啊、也不要单执着在修行的心性上，两者都要合一、啊、因为它是相辅相成，缺一不可得、啊哦啊、就有人说、啊、咱对这个虚无当中引来先天的道气、哦、先天道气存在于虚无当中，但是实际上呢，就是先天道气的状态是在虚无状态当中。只要心性达到了虚无的状态，就能引来先天的道气、哦、这是一定的嘛、哦啊、所以说、哦、咱所以叫先天道气，是因为在咱的人类进前万物生成进前、哦、就有啊，所以先天就有啊，咱生成宇宙万物众生最基本的，所以讲有天地，到底是由人嘛，吼，由人去承上启下。所以咱今嘛咧讲莲花元神啦、啊，火候的大小啦、啊，决定第一元神的吼，静甲油，吼、哦、原料决定是伫个有够纯净啊，无够纯净。那原料又是什么呢？原料是纯度，由于人心性德性、哦、这个叫你的原料，就是你的心性跟德性，就是你练就的原料。我们自己的心性跟德本性、哦、那越来越接近、啊哦啊、我们引来的这个原料就越来越纯、啊、引进来的原料就是你的能量，你的心，还有、哦、你自己、哦、在处在的某个、哦，咱常咧讲，要练出这个元神品行，吼、哦，你有法度练外观，吼、哦，你的修为境界有外观，吼、哦，什么的原料出什么款的产品，即马就来讲较简单咧，就是安尼啦。咱咧做一项产品，你用极等的做出来就是极品，啊，你用吼、哦、上等的做出来就是上等，中等的原料做出来就是中等原料，下等。那当然做出来都是下等的、哦、东西嘛，那是一定。所以就是说火候的大小决定原神的这个它、哦、的这个价值来对面、哦、要怎么去给它练出原料精神，你没纯度、哦啊、所以说心性跟德性、哦、跟德性的决定、哦、这是很重要的、哦、它这样比例有理啦、哦、你用什么款原料做出来就什么款物件嘛，好、哦、啊，这就是好、哦，咱人嘛是同款呐。上天给咱是同款一条灵性，哈、哦，三魂七魄，哈、哦、啊，伊给你伫这个世间，有的人先来当成就佛菩萨，有的人当成就神，来当有的人当成就神神君圣贤。为什么咱伫这个所在一轮、两轮、三轮、四轮，一直轮轮回轮到死嘛？咱也是同款做人，啊，做这个人呢，算应该也阁算未歹。人也是人天的三才之一，但是人吼、哦，咱都、哦、有修的品格，甲无修的品格吼，敢那讲话做人做事，人都看会出来啊。所以呢吼，讲、哦、来讲去啦吼、哦，就是咧讲基本的原理，讲来讲去拢离不了心性的德行。和古早的圣人，圣人嘛是拢安尼讲，吼、哦，悟性高的圣人都会把心性、德性放在重点之重的位置。还是那一句话，就是心性、德性不够，吼、哦，观就修。为什么说不够观就修不成？无过关你就修不成啊！
吼、哦，这不是咧救助人诶吼、哦，这不是讲吼、哦、啊，你讲互咱讲啊啊啦，安尼都大家都归去拢无信心，不是安尼吼。伊要甲恁讲啊，是咧讲你的原料，你爱相信，吼、哦，你没有原，你没有原料，怎么能够出产品？你办一个工厂也没有原料，你也生不出产品，好、哦，都、就是咧甲恁讲，咱家己。吼、哦，要继续行咱家己的路，你得要用什么款的原料去制造啦吼。吼、哦、啊，所以这就是你甲咱讲的，你是一个很特殊的灵性，必须把自己的心性修正，吼、哦，与他的本性一样，他的自然就会听从我们的分配调遣，不是练练咒语啦，练练经文就是修啦吼、哦。啊，那是修法术，不是修道修真。啊、所以说、哦、不是这样而已、哦、我们修炼的金丹观、哦、神、哦啊、如果呢我们说动静、啊、非常的大、哦、有的人、哦、动静很大好像惊天动地，但是如果自己的书在天界的地位、哦、我们就说 你拜的书、啊、是济公活佛，而且你拜的师是观世音菩萨，你拜的师是、哦、天上圣母，你拜的师是道祖还是母娘？你要看讲吼、哦，咱拜师地位呐足悬呢，啊咱呢啊个伫这个所在吼安尼，咱讲有哪无安尼，咱嘛讲拜师嘛是假拜的吼、哦，所以咱家己要搞得吼、哦、很麻烦，有时候呢吼、哦、啊。会受到很大的考验，然后看你是个什么样的人，相应的就是你有什么样的成就，然后啊，这就是讲修真、修完神、修道，最主要就是灵魂的德的长生，同时肉体的健康。好，这就是讲先修肉体的长寿，吼啊，然后灵魂的长生，明白躲避。咱有法度呢了解，要怎撇这个劫数，吼、哦，这个方法。但是并不是代表肉体伊就袂死袂害哦，不是这样子吼、哦。修炼元神就是灵界的代志，啊，元神能量是强大，但是可以吼、哦、提高肉体的抵抗能力。所以咱有咧修呢吼，元神的能量啦强啦，咱就当提高肉体的抵抗力。啊，这个肉体生活在这个人世间这个浑浊的环境当中，它会受到各种伤害，饮食上的污染，空气中的污染，环境中的无形的这个煞气，甚至像我们现在这个毒气，就是瘟疫嘛、啊、这个瘟疫每时每刻都在伤害到我们的肉体、哦、我们想要肉体、哦、较好一点，没要受伤害，在这个现实的环境当中啦、哦，是非常难做到了，所以人体本身就有两套系统，一套就是灵魂的元神，一套就是肉体。人体有五脏六腑血管灵魂，也有五脏六腑血管灵魂的血管，又叫经络。有些人练功练气功就是追求肉体的感觉，其实呢那就是你把灵魂的能量转移到肉体上面，变成了练身，就是练身躯啦吼。那么修丹呢，修真正好的修病的倒拜的，像他讲肉体吼、哦，我们把灵魂的能量转移在肉体上面哦，咱就是咧练身躯嘛，咧练身躯。但是呢，是单刀修真吼，伊、哦、是咧，伊是甲这个诶是倒拜的。一修真就是把肉体精华转移到灵魂的顶端，把肉体的精华转移到灵魂的上面。那肉体的精华结合先天道气，结合元神的真灵，修炼出元神出生，把元神的能量转移到肉体上面之后，人的法力功力就会很大。好、哦，这就是在讲现啊，吼、哦，就在讲咱人会当现应。但是等到原始的能量，你一直给它用，一直给它用，啊，不一直给它加添，哦，就跟那茶同款啦。你给它行，行到无啊，无茶啊，就花去啊。就跟那咱人咧修炼出元神真心的时阵，你唔好一直给它耗尽迄个元神，哦，你感觉你即马有功力，吼、哦，拄到啥物代志拢较紧的要，哦，要给它用，吼、哦，啊，愈给它用，愈给它用，啊，你无一直给它补充，用到尾就无去。
这个叫做你如果等到元神的能量损耗殆尽的时候，人的肉体就会失去了抵抗外血的能力，就很容易招来附体，等到死后变成了灵魂，又成为一个鬼魂，还不如普通人死后变成鬼的能量高。有什么？因为我们有在修炼观心，必须要改变自己的心性，不可以急躁，遇到什么事不可以好强，做人可以，但是你自己的能量要留下来，只有这样才能减少对肉体的损害。同时也要注意后天的养生，后天养生很重要呢。就是人对长寿与长生的误解，我的方法不能够让人的肉体不怀不死 不变，都现在没多一个有那个方法了。你说你若修这个法门，你的肉体就不害你，你就不破病就不死，没这种法门，没有这种法门。如果是想追求肉体的不死不坏不变，就不要就不要去参与灵魂，是说我们在修修学这条绝对不是怕这样啦。就是说我们有淡薄的能量，有那个能力会敢看看有有遇到什么事情，我们就要出手要给干扰，我们就自身的精，我们自己的精气就会消耗，因为我们 要做这样的事情要先考虑我们自己啦，我们可以讲到三天没对，但是不可以因为我们只有一点点功力，有一点点的这个法力，你就整个拼了了，到最后换你换人又回到回来，给你算说又插一针又回来给你伤害的话，那这样你就吃不完兜着走。就是说肉体啊，肉体为什么有的人啊说他就在做东西，他也有在修行，是怎样他的命，他的这个我们说生命没比别人较长，比别人较短，也许他的功过圆满，也许众生书插了太多，我们自己呢本身的元神缩短了，寿命也缩短了，这是他的元神修成身体，但是你要修行身体，这个肉体健康长寿，不是元神，但是他的元神如果说不够强，他还是虚弱的，这个原因就是我们没兼顾，我们连体连心也是要兼顾，元神跟肉体要兼顾，一方面修行修道修炼，一方面注意养生，修身又要修性又要修真，只有这样才能在人世间呢过得平安健康幸福，肉身死啊，后来也是可以平安。为什么可以平安？没受到很大的这种牵制和折磨，元神的能量场呢较强，它就跟万物众生一体一心，对周围的环境品质它就比较好，但是它也特别比人更靠更加敏感，比其他人更加敏感，所以呢，咱讲人呢，一个境界有关无关，迄拢无要紧啦。最主要是你会不会保护自己，然后也能做到，咱讲有什么事，不是躲，不是闪，而是你去了解。我们养尊处优，不是养尊处优。而是在不知不觉当中，我们不是不做不劳而获的事，去做养尊处优的事，而且整中整容的事，咱现在人少年是依靠生活物质的拥护，所以说世间有很多这人呢挑工去干，挑工去干整容，挑工去干就是他不足，挑工去干用这种是用外乖去填补的东西，看似少年其实他到最后怀的比别人更紧，
像讲咱胸部无够悬，咱就去甲，咱就去用啥物甲煮啦吼，啊是讲咱的面吼啊有摇啦，吼你就去甲拉皮啦，啊拉到最后，吼非自然的时候，如果垮下来的时候，比一般人没有整的还要难看，为什么会这样？因为咱人想贪恋这个肉体啊，肉身迟早就会毁灭的。但是不要贪恋肉身，也不要贪恋外在的吼。咱今麦讲啊讲吼，不管咱今麦吼是宗教徒啊，不是宗教徒啦，啊，你就咧修啊，无咧修啊，拢总真真假假，让人找不到方向。吼，咱也是要甲咱讲，静下心来，好好思考，不要盲从。好，从别人的结果找原因呐，找真相。现在讲对别人的这个哈、哦、结果去找原因，去找真相。因为咱有看到别人的行，有看到别人哈遇到的代志，好、哦，安尼头人照镜，好人看。所以讲不要盲从的意思，就是我们有时候要从别人的结果，他为什么会有这个结果，里面去找原因，去找真相。哦，啊，这就是要咱体验啊。另一种的体验方法就是讲，观想今生经过三昧真慧莲华，不畏人世间的水火，哈、哦，讲刀砍斧剁的，哈、哦，这不是用代志啊，哈，啊，咱唔好听哦，唔好讲吼，我人家吼啊，迄个刀枪拢未入，唔好咧砍到规身骨灰吼，这绝对唔是安尼修的吼。哦，如果咱的肉身是修行，不怀金身，是会再用火烧，甲烧看卖，试看卖吗？啊，如果是烧了，越烧越结实，吼、哦，这就是人已经修到怎，唔惊火，唔惊火炼啊，吼、哦，安尼呢，这你才会使去甲试呢，你唔好去甲试看卖，唔讲讲吼，你甲看看卖，我今嘛练甲我安怎吼，你甲试看卖，人呢要安怎试，当中。不是现在这个时候，我们练压不好才叫人试，试他会死也不死，试他、哦、真的有练成不练成，不是用这样试的啦、哦、看一个人不是用这个外表去试、哦、是在试他的原神、啊哦、我们就是在说不怀金身是在指灵界的原神，绝对不是这个肉体、哦、不是这个肉体说、哦、我练家、哦、用火给我烧我不痛、啊、用波头给我砍我会流血，但是我不死哦，咱不是用这哦硬气的功能抵抗刀斧砍剁，这都不是哦，这不是咱起码未使讲哦，我都练到一个什么款的方法，啊，你摕毒药给我啉，我嘛未死啊呢，好、哦，别人啉毒药会死，我啉毒药未死，未使用这种的去试验呐。人果不死，哦，就相信他吗？如果死了怎么办？哦、所以不能用这样的方法去试看看你有没有神通，你是不是练就了，拢未使用这种的去试。今嘛要讲的吼，予咱知影就是咧讲，咱抵抗不了各种的伤害，吼、哦、嘛抵抗不了吼、哦、啊，咱无法度逃脱的，吼、哦、不死不坏的，吼、哦、不坏金身，这是修，是咧修啥？是咧修这个灵界的元神，唔是肉身哦。其实圣人早就讲明了，跟你说的是熟悉的，都是一种断章，不要我们自己断章取义误导别人，不要为了名利浮夸自己，我自己练到这么程度，为了你的名利，为了要炫耀、啊、你去浮夸你自己，结果使人家误解了，变成了、啊、修炼的方式都不对了，这样就不对，这样就不才跟我们教咱人找不到咱真正修真的方向方法，元神的神通法力，哦，善者无形嘛，聚者有形，随意变化，肉身能做到吗？好、哦，不要把灵界与人世间的事情混淆了，灵界归灵界，好、哦，真心归真心了、哦、哈、哦，不要把灵界与人世间的事物全部混淆了，好、哦，真我不是肉身。是利用肉身来修炼出来的，是用咱的，好、哦、用咱的肉身来修炼出来。好、哦，讲真呐、啊，哈、哦，相会得罪。好、哦，为什么讲讲真呢？人都会去得罪足侪人诶，哈、哦、啊，所以有个人呢，哈、哦，咱要甲了解就讲，咱家己的元神真心修炼会出来，必须要照做肉体，
啊，但是因为伊需要这个肉体的精华、心念，吼、哦，引起来的这个道气，吼、哦，那有纯精、身体精华之气，就会纯精嘛，吼、哦。那修炼出来的精神品行就会高嘛，嘛就是讲脱离真多，吼、哦，想过头远，吼、哦。那别人说要怎么样帮助你，也帮助不了你，然后咱也脱离了真多想远。啊，咱跟他讲要修，人跟咱讲方法，吼、哦，啊，你都离多遐远，安尼你嘛修无方法啦，吼、哦。所以你跟讲吼、哦，有的人是盲目的认为，只要自己诚心诚意就可以，敬拜就可以啊，就祈求就可以，用供养的方式就可以，都不对啦，吼、哦。他们就把自己，啊、哦，要这样讲，唔是我做功德就好啊，啊，我做功德，我元神就足足强的，我肉身就足勇，好、哦，做功德是一种福报。修炼归修炼，功德归功德，然后、啊、所以说没有必要在这种、哦、修炼跟功德上面、哦、去问哪一个方法比较好啊？我来当布施吼，来当吼，来当布施啊！我做好事德，阿拜我来当做好野人，我过来出世无要紧哦。你要用这种的方式买西啊？你若感觉我特别修福报呢，我不会修慧呀，我不会修慧，我不会修，我不会修善吼。哦啊、我嘛不会做善啊，不会做善啊。我修福报，后世人我过来出世，我过来做好家人。有人嘛是安尼用这种的方式，伊认为他这样，哦，他想要走这一条，哦，安尼嘛是会使啊。哦，有人哦，有的人是找借口的，德性不够，罪业很大，总是哦啊也不修心性，但是只要去做功德，安尼你嘛不一定哦。我比如讲，咱的修，咱修心性无修，吼、哦、做足侪侥幸的代志，但是咱做好趁钱。啊，咱的钱是，哦，咱讲唔是迄个讲吼足清气的钱，吼、哦、啊，唔足清气的钱呢，就是有时啊是用怪用骗的，还是些用吼、哦、用诈欺的，还是用安怎？哦，哟，你摕足侪钱啊，你趁足侪钱，但是用唔是用正当的手段去趁钱，你摕这去做布施，吼、哦、去做啥物任何的布施，你要得来这个福报。哦，啊！你后世人要过来出世做好家人，那未必哦，因为这是靠分的哦。哦，如果你来讲哦，赚钱是赚良心钱吼、哦，啊，不是用讲怪、用讲骗，啊，不是用无正当的物件，是用歹的物件。哦，啊，硬去讲换钱的这种的钱，你摕去做布施，无一定你有功德哦。哦，这个伊这钱哦，伫工作嘛，同款会知影讲你这个落地的钱，摕来要做布施的，这条钱是为对来的，啊，这个原因是安怎来？这个钱是安怎赚的？你是侥幸赚的，哦，失德赚的。你摕去做布施哦，我讲迄、那个功德嘛，无一定有哦，不是钱拿出去就是布施哦。你要看钱的来龙去脉，钱是从良心钱来的，还是你哦，人工被盗？而且又是埋没你的良知去赚的钱，好、哦，你去做功德，后世人你要出世做人，然后你也当来做好家人，过来继续来人间享受，出香喝辣，没有那么好的事了、啊、哈，无遮好的代志。啊，既然人呐拢伫世间拢会当安呢，那么都不用讲德性了，就不用讲道德了，就都免讲道德啊。所以咱即马来讲吼。修行是一种境界，但是这种的境界是否符合天道，那就是自己去体验、去验证。你要自己去验证啊，哦，爱自己去验证。我做的是有合天理啊，无合天理啦、啊。哦，那无合天理，哦，这种不是咱会当呢，吼、哦，在这个所在摕到功德力啦、啊，吼、哦。啊，所以咱讲，我们是用身体来修元神。哦、那么身体也会跟着我们健康，也跟着我们沉静，也跟着、哦、啊，咱这个灵魂的元神造就了你的、哦、以后啦、哦、你已经到了一个、哦、很好的磁场的地步、哦、咱元神已经、哦、跟以道合真的时候、哦、今天呢、哦、咱就是定功、啊、咱半功半做了，半修半听啦吼，啊！你都听偌济，你都学偌济啦吼，啊！听偌济，你嘛爱有咧意志了。哦，我若想要修，哦，我就是吼、哦、啊，对吼、哦、一寡吼、哦、啊，
修炼有障碍的吼，咱就尽量较迈白咧吼，啊，对咱的身体吼有无好处的吼，啊，咱嘛尽量吼搞撇较开咧，上无为者先调整，调整个吼，咱的身躯正吼。真清吼，啊心嘛真清，意嘛真清，这个元神嘛真精吼，要做就甲做，吼啊要吼、要做啥物都拢有一个原则，安尼你就是已经咧修啊，你就已经在修心，你就已经在养性吼，啊佫加上着一挂道德吼，安尼咧啊你的这个人生咧吼，都有机会佫爬上一眼两眼吼，安尼咧咱。另外啦吼，这个精神世界吼，最主要咱就是不要人接驳，各自人都不要感情接驳，不要一挂吼啊，咱有一些贪欲也会反作用吼，反正这些不好的习气，对咱来讲拢是有一种反作用，啊反作用呢对咱都有伤害，啊咱也是要照这个规矩行，哦咱都甲当作修炼。咱第一步做先把自己先调好，吼、哦、啊，过来就是吼、哦，人生五十知天命啦，吼、哦，头前面是爱拍拼啦，五六十岁这拢爱拍拼，基业啦拍拼差不多有饭通好食，囡仔拢大汉啦，啊，咱就放手，然后呢，好好来修心养性，好好来甲咱这条吼元神修炼啦，吼、哦，修甲会当安怎？会当出力啦吼，因为话，安尼就表示讲吼，咱这世人无白来的啦。海无风烟波浩渺，
听一段，真好听。甲咱的道亲报告一下，昨下我甲迄、那个秋季法会的日子吼讲错了吼。秋季法会是咱的7月22、23、24啊吼，7月22、23、24这三天啦吼。啊，我昨天看错了吼，啊，所以甲恁讲者吼。啊，咱的秋季法会是7月22号、23号、24号这三天，所以甲恁哦更正一下吼，更正一下。啊，咱那是有需要服务啦吼，慈莲毕生宫的香品啦吼。香油款素茶贡末小盘香普灵灯，咱即马伫讲到吼，啊，即马即个疫情然后啊，蒙古啊拢只百几个安尼，啊，看起来吼啊是要讲起讲老大人啊居多啦吼，年轻人啊那拄着一寡较特殊的啦吼，啊是囡啊吼拄着一寡较特殊的，伊嘛是有一寡即、這个哦，咱讲先天的毛病然后。但是呢，吼啊，这种的瘟疫，吼、哦，咱唔知讲瘟神到底要找到谁啦，吼啊，什么时阵咱去拄到，吼、哦，这呢，咱用平常心啦，吼、哦，你若无用平常心，吼、哦，这个瘟疫，吼、哦，当时的结束，吼、哦、啊，瘟神早日，吼、哦，会各归本位，什么时阵，吼、哦，后边这个困，吼、哦，到底是会演化到什么程度？这其实每一个人都心知肚明啦，哦。那么讲，上天不仁也仁呐？为什么？为什么讲上天不仁也仁？伊别讲是条工要来吼、哦、派瘟神吼落来收咱这世间人哦啊！伊凡事是为着地球吼、哦，这个热度升高，南北极吼、哦、冰山滴滴样吼，也个有吼咱一挂这个吼、哦、啊人类吼，会使讲是伫这个地球。哦，咱别说我星球，地球是最小的了哈。但是住太多太多的人类，那人类的温度，还有咱的一挂带奥辛呐，个一挂吼，咱讲空气污染呐吼，这所有的地气、地热一直咧升高呐。地气、地热了升高，就变成南北极的冰山了，一直样。那海岸线旁边的迄、那个诶国家较低的国家，就开始水就一直涨起来，一直涨起来，即马就有人咧安怎？即嘛，有人咧起咧海底城了，起海底城咧建啦，伊唔是去起伫海底要大，伊是起伫海面呐。吼、哦，起伫海面吼，啊海面咧吼、哦、形成一个城市安尼吼，就是咧讲即个水呐直直涨起来，啊有时啊淹过咱吼、哦、咱的厝嘛，淹过咱的厝，而且有时啊你也汹涌哦，拄到代志的时阵哦，你未雨绸缪。你根本就来不及反应，也来不及，这些人就要汹涌要搬堆。所以今嘛都吼，有人在起这个吼，在海底哦，啊么在海面啦吼，在海面，吼边啊有这个岛啊，边啊的这个岛，人就知影讲这个岛以后是四面环海，吼啊那冰山在的样，吼咱的圣婴时期吼，也过阿未过嘛吼，阿过今嘛就是在地热啦。哦，地热、空气污染的话，哦，唔啦，敢那瘟疫啦，哦，敢那这有诶无就足济啊，然后啊，即马人都较巧，你知道？伊就知影讲要去吼、哦，咱讲一个岛诶边啊，吼、哦、啊，迄、那个所在嘛是爱保证无风台呢，若有风台吼、哦，啊，你厝甲起伫咧海面呢，风台来嘛，赶快来扫了了，哦，啊，伊迄个所在无风台吼、哦，啊卡啊个。有一个吼、哦，真正适合人住的所在，诶，海边啊，对这个海边呢吼，啊去甲起厝，啊去甲起做一个城市，啊，怎啊都有人去啊，吼、哦，啊都有人要搬入去住，几千户安尼，吼、哦，要去住伫海面顶悬，啊、哦、海的上面，吼、哦、去造作，刚，你个像咱的船都我四五层、几十层的吼，伫、哦、啊，伫水底。吼、哦，啊，迄、那个海面呢，莫起伤悬的位，伫阿摆吼，煞人土地、陆地无大，迄大海面，吼、哦，安尼呢，吼、哦，伊来讲，啊，这就是咧讲吼，一物克一物啦，吼、哦，啊，以后那冰山直直样的位，那是吼、哦，种反圣婴，啊，佫同款遐尼热40几度的位，吼、哦，啊，这南北极冰山一直样一直样，到尾啊，咱这个地球呢，伊绝对一定爱有想办法，咱这人类才有法度嘛。但是你人类才尔啊济，吼、哦！你讲你哪有法度？吼、哦，有法度，让这个地球撑着一点。
啊，所以讲上天不足，好像讲不仁也仁呐、啊。为什么不仁也仁？他说他没有慈悲吗？派瘟神来给咱修人吗？好、哦，他有慈悲哦，是把人类吼小夸吼安尼，哦，咱讲老大人那真正就足老的身体都无好吼，安尼呢是这届这个吼瘟疫离开的话啦，嘛等于足慈悲的话，就是咧讲上天不仁也仁，已经甲咱疏算吼、哦、一挂人吼，安尼话安尼呢，咱的地球的负担都无遐大，啊，地球的这个吼负担嘛无遐大，空气啦吼，嘛较。嘛，未像即嘛安尼啦。哦，这唔是讲什么人去死掉，什么人死掉，哦，拢是有因缘啦，哦，因缘，哦啊，所以，哦，有迄个网络吼，你讲啊，这个出家人，哦，伊个天眼去看到，哦，咱讲天顶的瘟疫的疫神呐，哦，甲疫鬼拢来这个世间咧掠人，哦，来世间咧掠人，伊敢有随便掠，伊嘛无随便掠啦。哦，啊，既然是无随便掠，哦，有的人那准讲是因为因的这个问题，那咱难免去怨叹啦。因为地球是轮流大的啦，吼、哦，有时这世人在你大，后世人换你大啦。哦，只要还够这个地球，吼、哦，无去要毁坏去的，为还够地球，还有人类可以栖居的地方，还够会当大，还够会当只生存的话啦，吼、哦。那这世人你带较短，还是你这世人带较长？反正拢轮得到啦，拢轮得到。先来讲轮得到，因为这地球是轮流大的，咱来大是几十年啊，尔，无咱敢有当带永远的，无可能啊。啊，那无都带永远的，吼，啊，那轮流大，啊，轮流大，这世人换你大，后世人换我来大，吼，啊，这个灵魂界的这个生命吼，伊是短暂的，本来就是短暂的。哦、你用精神还更短暂，精神的出世六七个月人抓一台，猪啊，饲到七个月五个月人抓一台，鸡啊，准备三个月人抓一台，他们也是生命呢，但是他为了地球有这么多人要吃，所以必须有这六畜嘛，吼、哦，这六条，这六条的演化在这个世间呢，伊是因为做唔到各种处罚，所以落了这四生六道。四生六道了后，伊嘛是爱个轮回啊！哎，轮回了后，啊，这世人伊到底地球是做两卡精神、四卡精神的位，好、哦，那么呢，他一转了这个盘转了，哎，以后还有这个地球的话，他也会来做人，好、哦，他也会来这个地球村，反正这是轮流带。地球是轮流大，无会多一个讲哦，永远大拢无要走的，无迄个永远大拢无要走，嘛无迄个讲好野人会当去买东西，我永远大拢无要走，除了你神，除了你仙呐、啊，除了你是神仙，你是神明，吼、哦，人家的人家雕刻金尊，也是讲吼、哦，咱的香，咱的三宝，用家己雕铜的落去雕了吼，啊，永远都看到他的形象。但是他的灵魂的暂处，他是在虚空法界，他不受到地球的牵制，也不受到地水回风的，哎，地水回风的牵制，又完全是脱离出离啊嘛。那出离这条灵性就是高高在上的顶管啊，也在宇宙量场上面，他们是在那个逍遥境界的地方，不是人类，好、哦、为着吃，为着穿，底下讲啊，为着吃，为着穿，好、哦、啊，为着艰苦病痛，对，为着要争取这口气，为着要争取这个生命，为着要争取这口气，那我们都很用功的，在很努力的在呼吸啊，很努力，好、哦、在为了生活讨生活，啊，那不是要付出这个代价吗？为着这支嘴要吃，为着这个鼻腔要喘气，咱干么付出代价？哎呀！上天不仁也仁的意思，就是因呢，吼、哦，如果那是讲啊，都拄到这个问题，吼、哦，啊那拄啊，包括战争啦，吼、哦，有诶无受死亡诶，吼、哦，安、啊、呢，如果啦，吼、哦，有一个，吼、哦，后面我们去看到，你就会去看到结果会是怎么样的哈、哦，人，吼、哦，那有拄到即届即个瘟疫，吼、哦，所牺牲的，我相信讲神绝对会直接还的吼、哦，啊，咱讲直接再去投胎转世，下辈子你也就是地球人，你嘛是地球人啊，只是讲即马你的身体歹去，啊，咱若一个八九十岁、五六十岁、七八十岁啊，这个走了都没关系呀、啊，吼、哦，哎、啊。
把地球空间让给现在的出生的婴儿年轻人，然后啊，要过几届社会有路用有功能的人留着，让他们在这个地球村还是在延续生命，然后生生团嘛，生团生团生团延续生命。那我们已经都六七十岁了，还怕什么啊？七八十岁的也不怕什么，那个都是正常生命嘛，哈。所以讲，上天不仁也仁，上天不足也足，仁足啦。你就是用安尼，地球才会当较久，阿妈才会当吼咱未来吼咱这囡仔都出世的囡仔，会当长大成人，搁再延续这个地球的命脉。他是不仁也仁，他是慈悲的，吼、哦。所以一家子吼生生有这吼问题吼，啊，这问题咱也免去怨天，慢慢怨地，也就是。有我们也就是为了长治久安的问题必须要有的、哦、所以说上天是慈悲的，我们是感恩的、哦啊、遇到了什么事接受了就好、哦、生命不长久，本来来到人世间是轮流的、哦、轮流来到这个娑婆世界。你看 你这次来在台湾本岛，反正你 后出世，出世去韩国，出世去日本、啊、出世去马来西亚，还是出去中国大陆哦、都不一定了、哦、反正这条生命是轮转的，我们是接受它，接受它、啊、但是、哦每一个人都是希望说、哦、会当赶紧过啦、哦啊、咱会当过了、哦啊、较平静、哦、这是咱的期许啦、哦、但是心存善念做好事、哦、不要做违背道德良知的事，我相信瘟神啦、瘟鬼不会来找你的麻烦啦、哦，人因有在看咧啦吼，人顶管交代是，人拢有在看，袂随便乌白来啦吼。阴界善缘，慈悲大无边，宽阔的胸怀，动感天地间，斩断尘世缘，烦恼丢一边，跪拜在佛前，常常把经念，愿做做菩萨的那朵莲，真清啊！吼，结果安怎听都听不深啊！吼，今麦来讲故事啊！吼，这个故事呢，就是说，伫这个益阳比架山吼，有一个，这是清朝时代的吼，啊，讲有一对翁阿婆，吼，男女呢，拢总是足有文才的就对了，但是可惜啦，厝内底足贫穷的，厝内底足散的吼。昔日吼都揭不开锅底吼，就是咧讲有时阵咧吼，鼎底拢人流咧吼，啊米翁啊嘛人流咧吼，无多过日子咧，尽散就对了吼，啊真贫困。啊伊讲咧拄好吼，过啊过都要过到这个端午节头前日啦，吼，嘛无钱可以买物件，好等下做端午节落底啊空空。啊，这个饱读诗书的这个家后呢，对这个家庭的困境呢感慨万分呐吼，啊，就吟这个吼七，吼、哦、咱讲七句，吼、哦，诶，这个诗，诶，这个诗啊吼，甲写，甲写伫遐，
写伫个桌顶啦吼。讲自占薄命无经夫啊，明日端阳样样无啦，一直讲样样无啦。吼、哦，明仔就端阳啊，吼、哦、啊，但是当拢总无啦。吼、哦，样样无，佳节只宜虚度过，料将白水煮菖蒲啦吼。哎、哦，刚才有这个菖蒲，吼、哦，用白水来煮这个菖蒲。因翁呢吼，因某呢吼，写即几句诗文了，甲藏咧了，吼、哦，都无伫迄个所在。因翁呢看到因某的诗呢，感慨惭愧，对不起也无惊。伊感觉讲家己呢吼，无论安怎爱想办法，吼、哦，互即个端午节呢吼过啦，啊，互即个某安尼欢喜一下。啊，即个翁呢吼，真呢雄雄他敢来去讲掉，还是安怎？悄悄的出门呢，吼，去这个吼笔架山附近吼，看到一只牛咧，伫迄个所在吼，啊，就甲人牵呢，吼牵咧，吼准备明仔载要去卖咧，卖咧吼，啊，通我换一挂吼，咱今日过节，这过端午节这个物件就对。啊，伊怎啊牵去买这个牛市，人咧要卖牛，买牛的，卖的所在呢，吼、哦，人就早落去遐甲断啊，啊，你也甲偷牵，就绝对会摕遐卖，会牵遐卖嘛吼。哦头一下就去用断掉，那断掉嘞，人就甲告啊，告就甲掠个门啊，吼、哦！啊，这个某呢吼，知影讲因翁吼为着讲牵牛吼、哦，要卖钱，啊，要过这个端午节，啊，伊就断家己的心肝讲吼，伊就是甲写遐字去刺激着因翁，啊，那无因翁袂做这种代志，因翁是一个书生呢，那有可能去人偷牵牛呢吼、哦，所以就走一个对，走一个衙门吼、哦、去击鼓啦，吼去击鼓，吼啊！因翁现清就伫要面临牢狱之灾啊了，啊！即嘛因某呢，就撞衙门呢，吼击鼓申冤啦，吼！伊讲哦，因翁呢，吼啊，平常时啊，吼，吼绝对是袂做这种代志，伊就是咧学啥，学牵牛、请牵牛，吼牛能织女啦，吼啊！这吼根本吼伊无这个偷牵牛的意思啦，吼。啊！如果因翁有责任，是我有责任啦，吼，因为我甲写几句诗文听。吼、哦，啊，所以讲，这个责任应该是我要关，爱关我，唔能关阮翁啦吼。即马这个县官呢，看讲因这个家也会写诗哦，啊，你的翁婿是因为看到你的诗文去动到念，所以去学要学天顶的牵牛车牵牛，吼、哦，根本无偷牛的意思。啊，好哦，你真正会写诗，吼、哦，安尼无来，我甲你考试啦吼、哦。这个县令呢吼、哦，就看到讲这个。查某人呢，真有才华的款咯、哦，所以就故意呢吼，啊，甲伊讲吼，我即马桌顶有三样物件，有墨水啦，有抹墨的水啦，吼、哦，啊，佫有滴吼，即、哦這个砚台，吼、哦，啊，佫有即、這个吼、哦、一盘棋啦，一盘棋。你若讲吼，你是吼、哦、啊作诗去刺激着恁翁，所以吼、哦、啊，才会去牵即个牛，那安尼你。我桌顶这三样物件，你若甲做出着迄个诗，我听了，若感觉讲有下意啦，那呢，我就相信你写的诗，吼、哦、啊，恁翁因为要学这个吼、哦、牛能织女的这个吼牵牛，安尼话，那安尼你就写，伊讲头前面这个物件就是水啊，因为咱要抹墨一定要有水嘛，你先做水，吼、哦、这个诗来我听看卖。啊、但是吼、哦，我有唯一的要求，袂使吼，每一个诗拢一定要有牛之字啦，吼，要有牛之字，吼、哦，水你内底嘛是要有加牛之字，诗文安尼才有算啦吼。啊，即嘛这个女主呢，就改讲好，只要我那我都甲你对答，吼、哦、啊，县官呢，县老爷你都爱吼帮阮。八卦红晒啦吼，啊，唔通改算讲，伊即马牛能够摕，能够牵到顿去嘛吼，只是一个唔对吼，啊你处罚我，卖处罚阮翁啦吼，啊所以伊就第一件就是水嘛吼，伊讲滔滔河水向东流，吼难洗夫君满面羞啦，侵恨切心非织女啦，良人何必风牵牛啦吼，谎牵牛啊，这个水。水伊甲做诶，吼、哦，这个县官就断头，安尼真正是灾女啦。第二件就是啥砚台，伊讲本是民间一石头啦，匠人雕刻判功效啦，轻轻一动乌云起，文工闪电
下稻谷啦。哦，这个这砚、个、台啦，讲民间本来这个砚台就石头，伊但是这个窑的人有法度去啊雕刻做，吼、哦，就做这个吼、哦、啊，咱讲木盘，吼、哦，一旦盘这工序写文笔啦，吼、哦、啊，所以伊呢，吼、哦，甲做甲足水气的啦，吼、哦，这个砚台伊嘛是同款，文工点写，吼、哦，咱讲点线。吼、哦，下稻谷，这句嘛，够有谷底来底啊！吼，第三件就是啥象棋啊！吼、哦，伊讲两国相争势不休，兵出过河水无流啊，车马炮枪般般有啦，唯独欠少一只牛啦！吼、哦，啊，这就是吼、哦，咱这个县官来派案叫者讲，哦，这个女主真正是有学问的啦！吼、哦，所以就跟因。因翁呢，甲叫入来吼，做文师啊吼，回来才食头路，免互伊散家呢吼，连米连衫都拢无啦。啊，即嘛，咱讲这就叫做啥？即句要甲咱讲，哎，娶着好某是硬翁婿啦，吼，娶着好某硬翁婿。来，今日个时间已经到啊，吼，咱伫遮呢祝大家吉祥平安啦，明天见哦，再见，拜拜。